朋友们好，我们今天又来开这个日版 PCG 了， SV7A， 这是12核一箱的配置，但是我们都是散买的，所以完全有可能开出很多好货或者一张都出不了。这一代里边最好的一张卡的是我们这个刘西亚小姐姐的 SAR， 也是最近几代里边价格最贵的一张妹卡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刘西亚的 SR 以及一张拉蒂亚斯的 SAR， 都很好看。我们今天啊，12核，8核是我朋友的，4核是我自己的，看看有没有可能开出刘西亚。顺便说啊，今天我是在这个上海的青钢卡牌我朋友店里，大家有时间可以来玩一下。我们第一盒啊，今天就只展示高喊了。哎，一张 AR 磨牙彩皮鱼的 AR 啊，哇，一张哥哥拉蒂欧斯的 AR， 按理说一箱应该啊，这是张金吧。UR 的啊，阿罗拉椰蛋树，朋友们。然后呢啊，一张 AR 勇士雄鹰啊。好，第一盒结束，那我们第二盒，我忘了，我这次还准备了帽子，希望这个绿毛虫的，不对，裂空座的帽子能够给我带来好运啊。天气宝宝的一张 AR， 后面重复的 AR 我们就不展示了。哎，啊，杜若啊，一张男人，好多人管他叫牙膏哥，因为他这个发型。啊，苹果龙的 AR， 然后哎，怎么还进化链？一张蜂蜜龙的 AR 啊，结束。第三盒，不会一张妹卡没有吧？最后一个啊，一张浩大鲸的 AR， 啊，一张全全烧的 AR 啊，什么啊？摩托西，这是一张钛金化的 SR 啊，有点惨。我们今天啊，第四盒，你猜我这个帽子花了多少钱？100。300。这是绝版，看看绝版帽子给我带来什么。天哪！啊，这啊，推 SR 朋友们，我们的暗黑球雷姆啊，我刚才隐约之间以为自己开到 SAR 了。再见。那我们今天啊，第六盒，我朋友的八盒，我要是给他开成这样，那你出妹卡的概率就大。那不一定。啊，淡淡的 AR 今天第一次出现，给我一张 SAR 啊， SR 妹卡，但是歪了。我们的朵拉塞纳啊，一张灯罩夜孤的 AR 啊，没有啊。今天第七盒有点吓人了啊，拉蒂亚斯的颓 SR 七盒，没有 SAR。我靠，演出事故了。我们今天第七盒，顺便说啊，大家看我们这么飞，如果喜欢这期视频呢，欢迎多多点赞收藏评论关注一下，如果点赞超过1000呢，下次日版新蛋的 PCG 开卡我们继续来开。你现在就算出了一张那个刘西亚，其实也已经回不了本了。刚才的这些也没重复。你好乐观了。不重复就行。重了吧，是暗黑球雷姆吗？没有。哎，铝钢，但是哎，是 SAR， 一张铝钢桥龙，今天的第一张 SAR 啊，好看的好看的，就是我更想要妹卡。结束，今天力挽狂澜第八盒，我们一定会出的。12盒进行到第八盒啊啊，一张 SR 的摩托西重了，我恨这个世界。我朋友的八盒，一张 SAR 铝钢桥龙。今天进入正题，我自己的四盒，第一盒，现在这一盒是多少钱？5400日元，270。270，今天3000多块钱。不是男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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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要出啊！今天第一次出现这张 AR 超音波幼虫，这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征兆呢？嗯，沉底了，我错过去了。最后一张啊，人啊 ，SR 的刘七亚啊，这我心情微妙。八盒我朋友没有开出来，好多人觉得 SR 的这个比 SAR 的还好看，你觉得呢？我也觉得 SR 好看。那我们接下来今天的第十盒，看看第二盒啊 ，SR 的一张椰蛋树啊，阿罗拉的，哎，好魔性啊！第二盒应该就记了。好，结束。我累了，我真的累了。今天第十一盒，搞什么呀 ？SR， 你现在给我哪张 SR 都可以。哎，等会儿我好像看见后边有金边了。我们这盒是 UR 吗？我不要 UR。卡多生宣布啊，退坑。我都不知道这弹有你。一张沙漠蜻蜓的 SR 啊，再也不开。十一盒没有双高。我们今天最后一盒，再也不开宝可梦。看看。看来我这个绿毛虫帽子今天是完全没有什么用啊！操，跟刚才那盒一样，沙漠蜻蜓 SR， 有没有搞错？是不是因为我带的是龙系啊？别开了，别看了，什么玩意儿？真的是生气。
好的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开了12盒 SV7A， 最好的一张战果是一张刘琦亚的 SR。 视频最后呢，我们就用这张刘琦亚的 SR 跟大家说再见好了。那刘琦亚怎么说再见呢？再也别买日本宝可梦了。好，大家拜拜啊，管好自己的钱包，不要相信自己的运气，我们下回见。